我可能没有那个环刷中国的这个勇气啊，但是青海湖这个地方大家都觉得海拔不是很高，可以试一试，但是这一想就是20年了。虽然是我们年龄还有那个地域都不一样，感受到了各种各样的文化和各种各样的性格，找回那种很多年前那种感觉啊，就是跟一大帮热爱轮滑的玩家一起，而且这个过程中呢，大家欢声笑语。虽然我们受了罪，但是就是说不经风雨，何见彩虹。非常好，那个大长波下来非常好是吧，非常非常爽。那接下来有信心滑完全程吗？必须的呀，来就来了是吧？吗不会是吧？好好，没有办法做活动啊。我不是第一梯队吗？随便滑滑就到第一梯队了。因为大家都不适应。加油，反正不掉队。嗨，卓哥，今年是你第几次来青海湖？第三次。是什么原因让你能够第三次来到青海湖呢？什么原因？对，开心，快乐。什么原因让你来到青海湖这个活动呢？我去过中国的大部分东部地区，但是西部的话我还是很少来，正好为轮滑这个爱好，又想到既可以旅游又可以锻炼身体，就来了。那接下来还有30公里，能坚持下去吗？必须的。必须的。好的，30公里必须的。好，那我们终点见。好。
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是从那个吴东总羊场到我们的江西沟，全程45公里。那么因为天气原因，大家看到我的装备，今天是要雨刷。那么，希望大家能够顺利完赛。如果是下很大的话，我们也不会让大家去刷的。好，同意举手。好，那如果是身体不适的，就不要强撑的啊，这个我们是不赞同的。大家如果对自己的技术觉得没有什么信心的话，也建议大家坐车哈。雨后一定见彩虹，青海湖我们来了。平安，一路平安。平安，好，一路平安。再见。我还要下。组长，组长。对啊，你还是我们的组长。等等，第三。一定要平安，给他们带个平安，平安一路平安。是我人生中第一次雨刷，我之前从来不干这种事情的。那为什么今天想要雨刷呢？哇，这青海湖太美了，而且大家的激情，我不好意思不刷是吧？我不刷这个脸往哪放啊是吧？第一是地很好，风景很好。第二天是不是说好像听说是风景最好的一天？所以呢，如果今天坐车，那真的太浪费了。不敢，不敢。对啊，这很简单的嘛。雨刷而已，雨刷的，雨刷而已。今天。床的时候看见下雨，有没有想过要退缩啊？肯定没有啦，没有啊，必须要刷完全程。接近50公里，那去到之后，我们会看天气情况，再决定是否去那个彩彩盐湖。如果天气好，那去没有问题；如果天气阴天或者下雨的话，那我们就不去，在原地休息。OK。太帅了，小腿小腿带那个的了。稍微压了一下，但它有一点点感觉，不是特别痛。黑马河，该有马了。
大家呢，加油，勇闯联盟。重心跟蹬地同时发生，但是你是把重心转移完了再蹬地。环沙青海湖的第几天呢？有几天？感觉如何？第五还是第四啊？第五天。第五天。对。感觉下坡非常爽。下坡上坡肯定不爽啊，哪个上坡爽？好，那最后一天80公里要加油哦。哇。
耶！车，八十八公里该丢分还得丢分，不然后面真没力气。车，慢慢慢慢，小心小心，一直扒车一直刷。顺顺利利的完赛，然后下次再来。我可能是更多是想看看风景啊，然后跟一群轮滑的朋友去互相认识啊，互相了解啊。始终是不愿意扒车，是我有一点点小倔强吧。然后我觉得这也是我自己的一种坚持吧。对，虽然是我们年龄还有那个地域都不一样，感受到了各种各样的文化和各种各样的性格。那一生呢，可能只有一次青海湖啊，所以脚烂都要把它滑完。今年算是也实现了我应该算九年十年的一个夙愿啊，圆梦啊。我可能没有那个环刷中国的这个勇气啊，但是青海湖这个地方大家都觉得海拔不是很高，可以试一试。但是这一想就是20年了，零四年的想法，今年才实现。我觉得我圆满了今天。其实这种快乐来自体验，来自于安全，来自于这种经历，对吧？虽然我们受了罪，但是就是说不经风雨，何见彩虹？就是你有一马当先能力很好，更重要的是你要具备不怕落后的勇气，抛开一切完成梦想，挑战自我。在有机轮滑这边，我叫做都拿到都不少机会去接触到更加多不同的人，争取在第一梯队完成365公里。然后另一方面，在完成了这个365公里的一个成就，我仿佛能够看到获得一个游戏称号，完成青海湖365公里。我发现真的，可能就是大家对轮滑都是非常热爱的，然后跟大家相处就发现，其实大家都是非常 nice 的人，就是相处下来都很舒服，然后大家又都能有很多很多东西都可以聊。除了轮滑之外可以聊其他的东西，就觉得很开心。这6天下来的体验就觉得很棒，真的算是我近
最近这几年来，非常非常开心的一种体验了，真的。亲爱的红红，很感谢你因为一时的冲动，然后参加了2024年青海湖环湖轮滑刷365公里。Keep away， 就一直提的口号，以轮滑名义看世界。青海湖环刷不是最后一站，因为我真的好喜欢轮滑。在这里认识大家，非常的开心，谢谢大家。好。